大家好，我是软软，今天我要吃这个大江汉堡。小时候经常吃，很久没吃了，突然间想到，所以上网买了一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反正我小的时候是很喜欢吃这个的。刚炸好，脆脆的。我喜欢配那个番茄酱吃。是猪肉的，很香。太好吃了。小的时候最期待中午学校的食堂吃这个。蛋黄酱快吃光了，喝的是冰奶茶，里面有冰块。